为什么说男人不能随便用这个呢？因为啊，一旦开始用了，便自动吸引女人。它就是这个流金香水了。它的前调呢轻奢低调，后调呢又带有木质香气，香味啊会随着你的体温慢慢的散发，就像是刻在你骨子里的体香。没有哪个女人啊可以拒绝这样成熟稳重的熟男香。想要让女人久处不厌，赶紧买回去提升你的个人魅力吧，就在左下角，赶紧行动起来。夫妻生活是早上好还是晚上好呢？这个呀没有特别的讲究啊，你只要时间充裕，夫妻俩都愿意，早上晚上我觉着吧都可以的。如果你上班的时候工作有压力啊，状态呢可能不会太好啊，选择晚上可能会更好一点。但是呢，男人跟女人过夫妻生活的时候，有的女人是很抗拒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男人身上啊总是有股味道。如果你也想提升夫妻之间的生活质量，那么在你们进行亲密接触的时候呀，就一定少不了一样好东西，就在我的左下角，赶紧去抢吧。